全明星运动会吴玉瑾宣布蔡昌宪即将加入红队，对于新成员的加入，观众们纷纷表示很兴奋，也在网络上掀起一阵讨论风潮。对此，蔡昌宪接受访问时透露，虽然自己年纪已经开始有了，不是那种刚出道的小鲜肉，体力可能也没那么旺盛，但他还是有着一颗年轻想运动的心，希望可以跟队友擦出新的火花。他也笑说，朋友都叫自己小钢炮，笑会自己长得不高，腿也不长，但年轻时跑很快，体力很好，也对于自己短程的爆发力很有信心，相信能为红队尽一份心力。蓝队的大家要小心这个新成员啦。